大家好，我是成龙。19年前呢，我跟唐季礼导演拍了一部电影叫《神话》。那19年后呢，我们又拍了一个全新的电影叫《传说》，而且在电影里面，我还有另外一个角色。今天我也带来给大家打个招呼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传说中的汉军将领赵湛，我重现影片中金戈铁马、心心相印的乱世儿女情。我最喜欢电影中的甘苦与共、荡气回肠的千年家国梦。电影《传说》将会在2024年这个龙年跟大家见面，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见我们两位的表演了。新的一年在这里祝大家龙年大吉，龙年好运。